我想分享一个我的感受，一个小瞬间是，三夫是去年4月1号开机的，因为我从来没有到过香港，我不知道从九龙打车到文华酒店需要过海，所以当时我就问出租车司机，我说我要去文华酒店，他说雷要过海哦。然后我身上就只有500块钱，我就问出租车司机，我说500块钱，我说我今天晚上可以回得来吗？然后第一辆出租车走了，然后第二辆出租车来的时候，我就直接上了那辆出租车，因为那天是张国荣的日子，在我心里，哥哥其实给了我很大的鼓励，我觉得就是因为看他的戏，我看他的戏。我觉得我知道了戏比天大，所以在这里，我想谢谢张国荣先生。